杀人魔的第一桩焚尸案真的有些匪夷所思，在印度能开得起大奔的都是非富即贵之人，而这位车主深夜被人截停，次日一早竟化为一坨焦炭，所以警长不敢怠慢，带上当地最厉害的法医金杰赶去勘察，车子烧得只剩下空壳，车主别说指纹了，骨头都完全碳化，无法提取 DNA 比对身份，烤肉的香味闻得让人想吐，周围的警察都纷纷捂住口鼻，唯独天天和死人打交道的金姐毫无惧色地蹲在地上仔细观察，发现了一个疑点，驾驶座安全带是系上的，死者也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，这说明凶手是在别的地方行凶再把尸体运到这儿的。不仅如此，金姐用手一扒拉就察觉死者一条脊椎脱臼，八根肋骨折断，五根手指更是被齐刷刷斩下，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能让凶手如此疯狂地折磨死者。在现场看到的汽油桶为破案带来了一丝希望，上面残留的指纹估计是凶手留下的。当天夜里，金姐苦于没有破案头绪，偶然间刷短视频，看到有个狱警在跳舞，身后的墙上有个男人的粉笔画。据狱警声称，有个坐牢的疯子叫三哥，说自己能隔空杀人，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心内科主任医师萨利姆。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金姐用萨利姆的照片和头骨做 AI 复原，结果百分百吻合。此消息一出，立刻引起轩然大波。萨利姆的父亲雷爷赶来认领尸体，无意间听到了狱警说出三哥的名字，当即暗自发誓一定要为儿子报仇。没过几天，等到三哥在监狱放风时，几个新入狱的犯人从泥土里翻出事先藏好的凶器，对三哥发起了偷袭。岂料三哥武力值惊人，一个打十个，居然不落下风。事后警长带队来到监狱，看到满墙的粉笔画，觉得三哥就是在装神弄鬼，这世上哪有什么隔空杀人，三哥在外面肯定有帮凶。作为助手的金姐在审讯室外全程关注着三哥，很快他又注意到了一个细节，一提到安琪儿这个名字，三哥就会变得非常躁动。于是他们带着三哥回到了村里寻找安琪儿，却只找到了安琪儿的墓碑。原来20年前神父在教堂外捡到了一个弃婴，便给他取名安琪儿，寓意为上天赐给他的天使。神父含辛茹苦地把安琪儿带大，安琪儿也是女大十八变，成了远近闻名的美人。后来安琪儿遇到三哥，两人情投意合，坠入爱河，很快就在神父的见证下结为了夫妻。但后来的事情各位也都知道了，做完孕检的回家路上，安琪儿被飞车党盯上，一根金项链酿成惨剧，安琪儿香消玉殒，三哥因为过失杀人锒铛入狱。问题是三哥为什么要杀毫无关联的医生萨利姆呢？金姐调阅资料发现，当年签署安琪儿死亡文件的人就是萨利姆，莫非这里面还藏着龌龊苟且之事？想到这里，金姐建议警长马上开棺验尸，而想要验尸在印度可不简单，不光要取得亲属的签字，同时还需要检察官的同意。安琪儿是孤儿，唯一能代表亲属的只有神父。哪知警长派手下阿牛去接神父的路上，因为有人当街跳舞造成了交通拥堵，阿牛下车疏导交通，一转身的功夫，神父就被人抹了脖子。如果神父一死，就不能合法给安琪儿开棺，这说明有人害怕了，棺材里肯定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金杰猜的没错，当天夜里的墓地暴雨如注，这样的鬼天气还有三五个人在奋力地挥舞锄头，他们挖的正是安琪儿的坟。看到自己落入警方的陷阱，盗墓贼们知道不玩命是跑不了了，可他们低估了警长的战斗力，三五个回合下来就被打得屁滚尿流。接下来就到了开棺真相大白的时刻了。